就很高兴啊，能多活个两天。对啊，跟他说一样，非常 lucky， 所以他有拜拜。大概有两三颗，然后尤其是8-7那一颗，我们战术设定好，结果他们打预期外的球，然后就他打到框，然后短短的，短短的，对手跑不到。他讲话超小声的，对啊，然后他就很腼腆这样子。他非常的激动，然后打球越打越兴奋。说实话，第一盘他们可能也都对我们这些小的比较不熟悉，然后还没进入状况这样啊。然后刚好我今天也有上去打单打嘛，啊，就是因为发球的球速就不会那么快，就是感觉有点像先打完 Chapman 然后再打克隆的感觉这样子。然后你这样观众会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庙里面拜拜是去美网之前，在台湾的，在台湾啊，哪一间修盖修的？就其实不用想太多，一场一场打下去，看会怎么样吧。对啊，就好好把握每个球，把每个球处理好，这样。